好，开始。要不我们重打？重打也行，刚二三了，对，做完整了。对，二比二进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们都赢吗？再重新算一个吧。别往他了。可以现在发有优势了。好，第一个夜场啊。零三十。这个发很大，这个人
刚好打到那个点了、啊。Yeah.
是这边发是吧？掉下去我应该不会跑，太累了感觉。后面的绳，然后怕你落过，然后往后撤呢。好球。但你当时第二个发的很好，对，是那个还行，后来错了技巧感觉了，最后发两个。Thank you.
太追求角度了，这是有点多多动态，40-30。没办法，30。35。多发一个吧，我费力多发一个。像你好像输了，像你再来一个呗。我也不知道是压线还是输了。太大。30平的吗？对。好，行行行。我没出界。没有没有，接了一大截。40-30。压线好像是没了，换边。
打挺快的。啊？打了二十分钟。我十二分钟。你要怎么记住？太远了。好球，这球发很高质量，我靠，追回来了，丢球。还不是什么 overhead。
站立站立，那你这是什么？哎，这我运气好，你占了网的便宜。这还过来了，我打很轻，所以他没往回弹。哇！没出界是吗？没有没有，好球好球。这个打的，这个一出就没法打了。
打架架。哈哈，换一个，这个很漂亮。零三十。都是值得吗？没了啊！哎，它那上面没有显示吗？你注意问题。35分钟。